大家好，我是小月妈妈。这几包面包是我家那位从网上买的，不知道他怎么想的，这么热的天从网上买面包，这面包还没吃就发现发霉了。这包发现没发霉也不想吃了，这一个也是发霉了，袋子上的保质期写的是一个月，才几天就发霉，丢了也比较浪费，用来沤肥。这桶里的是菜叶子和剩饭，上面这层白白的是金丝，现在天气热，发酵的特别快。这一袋是昨天的厨余，这几个是绿豆饼，放的太久了没吃，像这些甜的饼干面包之类的都可以用来沤肥，这些又不吃也不能浪费。这个桶好像是20多升的，下次买个100升左右的比较好。加上发酵粉和红糖，再加上一些自来水，最近温度好高，都有34、5、6度，这个菜也不好种，天气太热，雨水太多都不好种菜。这里种的是柳叶苋菜，长得还可以，吃起来跟白苋菜没多大区别。这种苋菜可以长得很大一颗，夏天比较容易种，也不招虫。苋菜是在秋壳后面种的，把土松了一下，抓了一把种子，随便撒上去就能长。这种苋菜就像野菜一样，特别好活。青菜也不能剥得太密，剥得太密它就不长，或者是长得个子细，特别老。经常给它见一下苗，长得比较好。现在种的青菜就是苋菜长得比较好，空心菜都长得不咋地，没有去年种的空心菜长得好。摘了这么一把也够吃一餐了。这个天气好热，真的想到下点雨。